小朋友们，你们看，我有很多五颜六色的印章，你们一定想不到我要用这些印章来干什么。没错，就是要来画画。这些都是我买的手指画套装，今天呢，我就要用它们用手指来做一幅画。我选了一个梅花鹿的卡片，这里有参考图片，我们可以按照这个区分，也可以靠自己的创意想象去做哦。下一个颜色的时候，一定要把手指擦干净哦。再摁一个，好啦，噔噔噔噔，我的手指画就做好啦，你们觉得好看？